旁边的医生很烂，对不对？不来找我们呢？对啊。好，所以这个天枢穴很好用。那我问你是为什么我要教各位呢？去辨寒热。如果是寒症的话，你在天枢穴上面灸会比针好。灸本来就是灸火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是热时，你的针下针。 会比灸好，因为你是里面是热到了，湿到了，你在那边灸，火上加油，是不是？它里面已经很干燥了，那已经在蠕动又干燥，那你一灸上去它蠕动啊，是不是更干更燥就更痛？好，所以下针，好热时下针，寒时的话我们用灸的，灸天枢，啊用灸的，那在天枢穴当然是隔姜灸啊，那肚脐上隔盐灸。你说老师这个很麻烦了、啊，我又要去炒盐巴，又要给它切生姜。 对不对？那你没办法，你是医生呢、啊，好医生啊。那在临床上治症的时候，有有个人来，病人说：“哎呀，我这个胃口又不好，那我又便秘，是吧？那肚子又痛，啊，小便呢蛋白，你说他怎么怎么处理，对不对？” 这个是肚脐，这是中脘，这是肚脐上四寸，同身寸来说是四寸，中脘穴。肚脐下三寸是什么？关元。这个是上寸，那个是我们的中脘穴。好，中脘穴。两寸呢？这是四寸，三寸，两寸。左右开两寸呢？是天枢。天枢是大肠的募，关元是小肠的募。 胃的募穴是中脘，我们叫做腹四针啊。那小便是蛋白的时候，我们去灸天枢这边下针。如果是深黄色，我们知道是湿热的话，一二三四下四针在上面。这胃肠一起治，大肠小肠全部一起治。腐病，腐病啊，这种消化系统的腐病是最好治的啊。腑病，当这是进取穴， 那这个没有什么什么虚实，你有什么补泻不需要，针扎到穴道上面，左转右转就好了，不要同转，啊，左转右转左转脸脸脸脸针就好了，当气到的时候，你会感到病人会感觉到酸麻胀，就代表气到了，好、啊，好，<coughs> 那从。 先输血往下走，好，一只，这个是神阙，你看哈、哦，这是曲骨，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讲先讲任脉了哈，先讲任脉,、哦、脉，啊、哦，曲骨，那我们知道从神阙和曲骨又目测三三比二，三比二啊，这是实物上的时候就没有书上那么复杂。 眼睛看过去，三比二看完了，这个交接的地方就叫做关元。关元是小肠的募穴，在这两个中点呢，就叫做中极，对不对？那这个再分平分成三点，这个叫做阴交。啊，抱歉，抱歉，抱歉。好，石石门。再来呢，就是阴交。哦，那中间是气海，从阴交穴。 外开两寸，好、哦，这位就是外陵，好、哦，我们这边是天枢外，这个外陵大巨神，水到归来气冲志，这是外陵穴，啊、哦，所以这一路下来两寸的全部是什么足阳明胃经，所以有个病人跟你说，哎，我奇怪，我这里痛，一看胃经结束，那所以经络一定要强。 那针灸经络学不强的时候，以后你只会开处方，你诊断学的力实力就不够，啊、哦，实力就不够。<coughs> 那从把不要不要管气海啊、哦，再来呢，石门穴外开两寸，这是大巨，啊、哦，关元穴外开两寸，水道。那这些都是进取穴，肠鸣腹泻都可以治。水道特别提出来，我们在。 神阙上一寸，这个叫做水分，哦，水在这里开始分开来。水分跟水道这两个穴道，我们常常合并在使用，合并在用，并在一起用的时候，就是能够通利水，水肿、肚子腹水啊，我们两个穴道同时用，啊、哦，同时用。那病人如果说只一肿的很厉害，有的时候不能躺下去，那你就下针嘛，啊、哦，那我们灸的话，要躺平比较好灸，对不对？那个艾绒怎么办？ 做了六法摆艾绒，好，水道再来中极呢？中极是膀胱的募穴啊，中极外开两寸，好，我们叫做归来，好归来。你看这个归来两个字，那不是先生归来，而是搞完的哈，上缩到腹部里面去，搞完不见了，没有在上面缩进去了。你把它下身的归来就回来了，哦，下身专门治疗。 软男男人的那个睾丸缩缩到里面去，啊，缩到这个地方，嗯，那还有一种症，那个很特殊，那个睾丸哈、啊、会转动，一直转，那个睾丸啊一直动，那在西医看这种情这种症的时候哈，他就必须要把睾丸拿掉一个，不然的话你你这一直转那个那个那个血管会扭曲在一起，到时候会坏死嘛，哈，血液不流伤会坏死掉，归来。 啊、哦，我们穴道很多啊、哦，那以后的阴经的病，我们介绍肝经的时候会介绍更多，因为肝经直接落过啊阴气的地方。好、哦，再来呢，就是气冲，气冲呢从曲骨外开两寸的气冲，怀孕的孕妇，腹针腹部的针，好，所谓腹部的，肚脐以下。 这些腹针呢，腹部的针最好禁针，最好不要针它。好，怀孕的时候最好不要针。那气冲这个穴道呢，平常呢我们可以用灸的。好，这些穴道像像中极啊、气冲啊、哦归来啊、关元呐，这个附近的这些这些穴道都围绕在妇妇人的子宫卵巢的地方。你在常年在常常灸它的话。 都容易助孕，帮她怀孕啊，就不需要做这个人工人工受精，啊，有太太小姐做了三次这个人工受精都失败了，对不对？我一看她病人不孕症，好、啊，我就跟她说，你如果哈、啊、找创造什么东西的，那找我是对的，对，你如果找毁灭什么，你找西医去啊，因为不会死，还是不找中医呢？ 那五千年，你看我们养了多少人，十六亿，经过多少战争死了多少人，十六亿啊！那找对我找找我才对嘛。好、哦，那现在我做了很多那个都，我们用教他们用灸的或者一些药方处方给他，就很奇怪啊、哦。来到我那边求子的，从生下来都是儿子啊、哦，就是吃中药出来生下来还是金头发，眼睛很奇怪。所以中药是老外也能够接受，他不会说因为吃中药生下来小孩子像中国人，不会，还是像老外。 所以完全不影响到基因，对我跟他先生开玩笑，你放心，吃下去生下还是像你，那头发金头发蓝眼睛的，好吧、啊？那个都是儿子，身上都是儿子，所以现在他们生不到小孩子，那早年下去，本来就要找中医嘛，你要堕胎，中医没有西医行哦，因为是毁灭嘛。好，我可以帮你堕，但是没有西医那么快，对，好，那这这两个有有差异。好，那你看这个。 悲观浮兔走走阴室，好，悲观浮兔阴室，凉秋。那我们在找这个浮兔穴的时候，过去呢是跪到跪下来兔，那个大腿的肌肉凸起来，管好像兔子趴到一样，那我就所以这个叫穴道叫浮兔穴。那你如果跪到那边找了穴道，好，那必然我们杂针都要躺下来，躺下来你就穴道又不见了，好，所以不要叫人找。好，膝盖头上六寸，好，膝盖头直上六寸，好，这、就、个是浮兔穴。 那 <coughs> 那这扶兔再上去，好，从扶兔从扶兔扶兔穴哈，再上去六寸就是我们的悲观穴。那悲观和浮只有我们浮兔偶尔会用到，好，悲观几乎都没有用，好，我們以浮兔为主。那这些穴道呢，都是这个我们在针手脚痉挛、抽筋呐、啊，好，抽筋呐、啊。 啊，或者是脚没有力啊，用了很多。这个那浮兔穴呢，好、啊，这个管的像这个手这个脚吸冷啊，好，那这些我们实际上临床的时候有比这些比这个浮兔穴更好用的穴道很多，所以你们知道就好了。我这我在到临床到现在很少用它，就你知道有这么一个穴道就好了。好，那找的时候哈、啊，记得。 腿上的阳经，好、哦，这是以以正中心来来这个分阴阳，啊、哦，以腿上面这个上面来分阴阳，内侧是阴，外侧是阳，所以阳经呢一定在外侧这边。那你找膝盖头上六寸的时候，你就翻过来找肌肉的缝的中间，就是好、哦、不在绝对不在肌肉上面，一定在肌肉缝的中间。这样你这样找，永远不会错。好，我、哦、我这样画，我想画正面。 正面也 OK，正面哈，正面，膝盖头在这边，这个膝盖骨，我们有个带在这边，这是腿的正面。那我现在讲解的时候，我以左腿，病人的左腿为主，好，就是左脚这一只为主。那你是医师，你从正面看他，好，从膝盖头，现在开始很重要，上两寸。 往外开一寸，这个穴道；往上一寸，这边有个穴道。这个穴道呢，我们叫做阴市。好，这个穴道我们就叫梁丘。那这个膝盖这边还有个经外奇穴，你自己摸摸摸一摸，自己摸摸自己的脚。 在膝盖头的外侧这边，你摸到一个好像一个直角的骨头，有没有一个直角的骨头在这边摸摸看？你自己摸，是不是有个有个直角形的骨头？有没有？从这个直角形骨头上一寸，这边，这边呢有个奇穴，好，我们叫做解穴。好，诸位先知道这些，这样找有没有问题？ 好，所以这里面有三个穴道：阴市、梁丘，还有解穴。这个阴市穴呢，好，平常就是进取穴。有的人觉得膝盖里面冰冷，好像有水在里面一样，好，就进取穴嘛。那很好笑的事情在这里。 我们古代啊，可能可能就有夜市。为什么？有有有有过去有发生这个案例啊，这个病人脚痛啊，膝盖痛啊、哦。我们按照正经，他的皮经上面、胃经上面都下针了啊，啊就下针的时候很好啊。过个晚上回来又痛了，啊，奇怪的都一老是在发到同样的地方。就问他做什么工作，我在夜市里面卖东西的，好吧？下阴司，下一针，当天晚上就好了，然后从此就好了。 啊、哦，晚上在交易嘛，好、哦，很好玩。这个这个也是很奇怪，这个这个穴道，因为这个我们在膝盖周以下才有紧松舒筋，膝盖以上没有，所以在这里无所谓补血，只是一个穴的性而已。啊、哦，那腿痛，我们常常会用到阴们后面还有个风式，好，风式在胆经上面，这两个我们常常用。好、哦，常常用。梁丘这个穴道呢，就是足阳明胃经的什么膝穴。 我在说这个吸血的时候，是我们在炎症的时候用的，啊、哦，炎症的，好、哦、消炎用的。举例，有的人呢膝盖头受伤了，你如果受伤伤在上面这边都很好恢复、啊，偏偏就伤了膝盖头，那个膝盖头每天在那里弯来弯去，弯来弯去，最不好，那个膝盖最不容易收口。啊，我们曾经一个护士呢，膝盖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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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倒了，这个前面这个这个摔破了。 结果呢，他那个升起来长长长的核呢盖到上面去以后，底下因为常常动没办法不动啊，底下通通是脓。那脓的话，西医就把那个盖子拿掉，把脓清掉，再给他上药，又就是不是再再再长再长一次，再长一次长完以后，因为动来动去又化脓啊，来药还没弄，吞下去，病人就感觉哇好痒啊，二十分钟以后蒸起来，第二天整个膝盖跟那个那个那个结结合是连在一起的。 效果就那么快、啊，好、啊，这梁丘穴。那老师，这个梁丘穴既然是吸穴，你说消炎，那有个人很奇怪，怎么搞了？清真豆老师生在《中明胃经》上面，头为下关夹车，成吉四白俱疗都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下梁丘的很好的时候，对不对？那这梁丘在梁丘穴上你知道，你找摸两个肌肉中间样下去，那这个吸穴都无所谓，没有所谓补泻啊，没有所谓补泻。 好，就、哦、是消炎。所以炎症就是看到红肿啊这种现象都可以用。<coughs> 这个解穴呢，有几种功能。第一种，我们下完针以后，比如说下太渊、下金曲不小心碰到血管，扎到动脉了。 鼓起来一大块，很痛，它鼓起来，因为你碰到动脉了。好，这个手肿到这边，对面的解穴，你知道下针以后感觉什么？解就解穴就是、就是、你下了针以后引起的针感很痛，都难很难过，在解穴上都都可以把它恢复，好，痛马上就去掉。那包刮了血，那个下完针以后整个肿起来，在解穴上这边针下去一点的时候，病人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这边唰一个东西一跑，平掉了，就那么快啊！ 好，压力马上就去掉。好，那过去呢？武功武功高强的人就点穴，点完穴那就解不掉啊，你就解穴解掉。我们有两个解穴，一个是在脚上，就这个；一个在手上的少府穴，在心经上的少府穴还没有介绍到，好，我们会会到会到那个地方。那这是一个经外奇穴的地方。那我我们在介绍经络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奇穴，我就顺便加进去给你。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开一堂课专门讲那个经外奇穴。好 <coughs>，再来呢，我们介绍这个堵鼻。这个堵鼻穴在哪里？膝盖那个盖子跟那个下面的胫骨中间有个韧带，在韧带的中间这个穴道叫做堵鼻。堵鼻，好，堵鼻穴。这个穴道我们下的多不多？很少下。 那也你下针如果下针下针下得很深或者怎么样，有带了游囊出来，这里面有游囊在里面啊，膝盖这个上面有游囊，好，作为把膝盖你自己摸摸，这膝盖头中间一个韧带，这就是肚皮，韧带的正中间是肚皮，然后你有两个指头，那个韧带两边是不是两个凹洞？好，两个凹洞，这两个凹洞我们称为膝眼，好，膝眼，膝眼是属于经外奇穴。 好，膝盖的眼睛呢？膝眼。好，那我们在治疗风湿关节膝盖伤痛的时候，我们有穴四针啊，五穴四针。啊，第一个穴呢，在膝盖的头。你这个膝盖盖子在这边，对不对？膝盖的头顶上，你不要砸到膝盖。我一再讲过。 骨头上没有穴道，一定在骨缝中间，对不对？好，骨头上摸不到，骨头就软掉了。这一针下去，正在正中央。这一针呢，顶上这一针，我们称之为鹤顶，鹤顶，鹤顶穴。鹤顶穴呢，再加上两个两个吸眼，双吸眼。啊，我都会表，我都会示范给诸位看哈。然后呢？ 我们在双膝眼上下针，这个膝眼上下针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针下去的时候哈、哦，是成为这个角度进来，还是这个角度角度，刚好成为八字形。跟你从上面看的时候是一个直角，好、哦，从前面看是一个八字形，下下到这个膝盖。我会 demo 给诸位看，没有关系啊，这很重要。双膝眼，那我们在扎膝眼的时候，只要进到膝盖的地方，我们针是直进直出，不捻针的。 好、哦，这条阴线，直径啊，直出啊、哦，不要捻针，因为里面有油油囊在里面，有个带油带啊、哦，有囊囊状的东西在里面。那你如果是捻针的话，会把油囊刺破，然后油带出来，那个就会膝盖会受伤。所谓直径直出，这个就是我们针扎到细盖里面以后啊，只是这样子进出而已。啊、哦，我们叫做确凿术。 好，确啄数。那鸟吃东西啊，鸟吃东西就是这样，有没有？好，下身速度很快，这样抖，这样就好了。不要左左右转，好像鸟吃东西一样。那你想想看吧，树木的医生是什么？啄木鸟，对不对？你们在台湾很早看到，有时早上早上我起来是奇怪，怎么有人在敲我家门？叩叩叩，就是敲门的声音哦。 后来我刚到美国，不晓得，就跑出去看一只鸟停在树上，真的真的树是这样子哈、哦，树是一根这样子，哎，它就这样子斜这样子站到那个脚站站，然后身体是这样，然后嘴巴就这样停，就就这样子的。那红色的嘴唇，红色，咔咔咔，还还敲门，叩叩叩，去敲门声了、啊。那第一次去美国的人不知道啊，奇怪了，这看门没有人，只要跟听到后面在就看到那个树在上面，我们就利用鸟的一生，那个脚嘛、膝盖嘛，对不对，去啄树。 好，我我会讲过，两个我会示范给你们看。然后呢，再来呢是阳陵泉跟阴陵泉，我还没还没有介绍到。阴陵泉在脾经上面，阳陵泉在胆经上面。我们所谓透，阳陵泉一针透到阴陵泉，所以我们用三寸针很长，所以一二三四五五个穴道，但是用四个针，好治所有的膝盖的问题。 没有风湿痛，不好的膝盖肿胀、痛风或一般的风湿痛，这效果都很好。扭伤通通很好用。再来呢，从这边开始，这是左腿嘛？哈，我记得跟啊，这是左腿，不要忘了哈。我再写一个，这是我们人的左腿。左腿呢，从膝盖头下去哈，直下三三寸。 按照书上三寸呢，这个足三里。足三里是很大的穴道。诸位呢，这是身上的书上的寸，我教诸位一个方法，永远不会找错。我们这个手指手指头，好，顺着这个足的胫骨推过来，推到这边开始的时候骨头开始高起来了，高起来就在高起起来准备高的那个起点，外开一个指头。 外开一指腹，就叫做足三里。好，所以我们下足三里不是这样去量，而是摸那个胫骨，一摸过去高起来到一个指头，穴道就出来了。好，是外开，你我们阳经都在，到了嘛内开。好，没有那么糊涂哈、哦，外开。那这边是这边的话，那这边就是那边嘛。好、哦，都是相相反的。好、哦，这、就是找足三里的方法。足三里呢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大穴。好、哦。 那主治一切的胃症，所有的胃病通通可以治，好，所有的胃病都可以治。那，你如果说，你们可以试看看哈，我们后面还没讲到，有个穴道叫冲阳脉，在也在胃经上面。你如果找到足三里，你要确定它到底穴道是不是，你把足三里按到，重要到你手按到那个冲阳穴。 你这边按足三里，那个血脉就没了，就代表你找到穴了啊！也不用那么复杂，直接马上好用那个照的，我们叫肚骨法，按照骨头来找了啊啊，渡骨法。那一般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男人啊年过三十就要开始多灸灸足三里，灸好灸足三里。 啊、哦，就那足三里是胃经的合穴，它是胃经的合穴，景容于经合嘛，合穴。好、哦，诸位记不记得阳经的合穴？阳经呢的五腧穴都是什么？金、水、木、火、土，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金、水、木、火、土，那合为景龙。 哦，于金合，好、哦，那合土穴出来了。那足三里的穴呢？这个刚好就跟这个胃经，胃经本来就是土经嘛，是不是阳土？对不对？它这就是土，所以胃经的本穴呢，也就是足三里。啊、哦，属性相同。好、哦，足三里。所以足三里是一个很大的穴道。哎，病人恶心呕吐，针足三里一下去，马上去掉。 除非你砸到足二里，好，对足四里对吧？你们没有砸到足三里，好。那这个有人脚脚不能走路啊，不能走远呐、啊，砸下去脚可以走三里嘛，就脚没有力的时候，也是砸足三里。好，灸、针都可以用。你灸的时候，平常保养身体的时候可以灸，一直灸，灸个百状都没有关系。好，还有这足三里呢，是把胃气导下来的。 燥气、燥热的气导下来。如果说你在体体上灸，比如说我灸中脘，或灸巨阙，或灸那个关元，啊，灸关元灸的很很过，哇，我要很强，对不对？要超过那个老将军，就老将军灸的两百壮，你灸五百壮，就很黑，对吧？就身上很燥热啊。老师怎么搞的？我嘴唇嘴口干舌燥，嘴唇都裂掉了，对不对？眼睛都眼泪都没了。好，那怎么办？灸足三里。好，那燥气就要往下走。好。<coughs> 我们常常会重灸，啊、哦，我们有还后面还有膀胱经还介绍灸灸灸膏肓穴。那灸的时候，如果燥热燥热很燥热，我们就灸灸足三里，把这个那个火气往下倒。这个本身是合穴，是属属土是本穴，所以虚症、实症都可以在这里治疗，对不对？是不是啊？虚症。 实症啊，皆可治，好、啊，皆都可以都可以治疗。好，那现在想了、哦，那如果一个人的乳房的硬块，正好长在这个乳中的上方，或者站在乳头的下方，硬块在这边，足三里是很好用。好，那硬块多久了？两年了，足三里泻，哎，补用补，对不对？让他想，如果说硬块压下去好痛，刚开始扎足三里，再这种泻。